本刀那要打一百斤的切啊，最少爱动的三百斤的力，就是讲看会到的袂动，看袂到的责任才是重。国产汽车公司把责任担在肩上，也担在心上。Astra 汽车使用说明带，这款全新推出的中型房车 Astra 结合 OBO 百余年的科技与国产汽车数十年的专业服务而成。今天您爱车的各项性能及安全性是否能发挥至最大效果，是我们最关心的。因此希望您在车辆使用前请仔细观赏本片。本片内容分下列几个单元：一、Astra 特点及使用操作说明；二、行车前检查注意事项；三、服务保证原则及车辆保养介绍；四、行骗天下业务说明；五、意外状况处理方式；六、 OPPO 车型介绍。为了方便您观赏本片，我们在单元介绍前有注明时间，现在请您按下归零键观赏本片。 Astra 特点及使用操作说明。现在您不妨再确认一次 Astra 应有的随车配备：千斤顶及摇杆、轮胎套筒扳手、螺丝起子、备胎、故障三角标志、车主使用手册、汽车服务手册、车辆原厂证件。另外本车配备钥匙有两把，均通用各锁。车门锁扣，若想从车内锁车门时，必须按下此锁扣。若在车门打开时，锁扣是按下的状态，则在车门关上时，门锁扣会自动弹起，这样可避免驾驶者不小心将钥匙留至车内。但若是要车门上锁，只要将车门把手扳起关门即可。钥匙转45度时，四个车门、行李箱盖及油箱盖即进入锁控状态。本车锁控是采中控防盗系统，所有车门均可由旋转驾驶座门锁的钥匙来打开或关闭。使用时仅需将门锁顺时钟方向转90度，在90度位置时取出钥匙即进入防盗功能。意思是在此中控系统的控制下，四个车门、油箱盖及后行李箱盖皆进入此防盗系统中，此时只有驾驶侧置车门可解除这防盗系统。请注意，在防盗系统中，前乘客坐车门是无法以钥匙开启车门的。但若有人在车内，请勿使用这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自车内是无法开启车门的。本车为强化行车安全，特别加装门锁撞击感知器。当车祸发生时，车门锁会自动弹起，目的是让车内的人能够尽快逃生，以及方便外援进入。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后行李箱之锁钮。当锁钮钩呈现垂直时为上锁，若是水平时则未上锁，可自由开启。但门锁进入45度及90度中控时，无论行李箱是否上锁，已同时联动锁住。所以如为方便起见，平时可将行李箱锁钮置于水平状态，以方便开关。而尾门内侧有一把手，这是方便开门之用。当您坐于驾驶座上，
需调整座椅位置时，请先向上拉起座位垫下右边之把手，然后滑动座椅到所需位置后，放掉把手，并前后移动座椅，以确定座椅锁定。当您需要调整椅背角度时，请旋转座椅外侧旋钮，并配合坐姿，移动椅背。驾驶侧座椅也可以依照驾驶者身高来调整高度，请利用座椅下方的摇杆，将驾驶座椅调至所需要的高度。若想调整头枕，只要将头枕往前、后或上下调整即可。若要拆卸头枕，只要放松画面上所看到的两个弹簧就可以了。本车首创紧急收缩安全带设计，因此我们建议您随时系上安全带，另为使安全带发挥最大的保护功能，安全带高度可依乘坐者高度调整到最适当的位置。本车前座安全带除具备有一般传统安全带之功能外，还装置有紧急收缩之功能，在正面撞击时瞬间将驾驶者及前座乘客紧系于座椅上。本装置无论安全带是否使用，在状况发生时都会启动。本装置一旦启动后即无法再次作用，此时安全带扣座上可看到一个黄色警告胶片凸起，在此建议您回服务厂更换本项装备。调整车外后视镜可以用驾驶座车内的一组四项电动开关来调整。灯光开关，当旋转钮至零的位置表示关闭，转到中间位置时停车灯是亮的，再转则是远近光灯，表示大灯全开。旋转钮拉起，室内灯将会持续亮着。仪表板照明与头灯开关为同步，而仪表板亮度可由头灯开关下方之滚花旋钮来调整。雾灯按钮于头灯开关旁边，与头灯开关同步，必须开启小灯或头灯、雾灯才有作用。绿色控制指示灯表示前雾灯，黄色控制指示灯表示车尾雾灯。方向灯控制杆分别操控方向灯、大灯、闪光与远近光灯。当头灯开关打开时，控制杆往前推时为远光灯，往方向盘位置推时为近光灯，再向方向盘轻拨，大灯就会闪光。控制杆在中间位置时，往上表示右转，往下左转。此红色钮为危险警告闪示灯，当按下此钮时，其仪表板控制指示灯与四方向灯同步闪光。这是喇叭按钮，为直接电源控制。雨刷开关共有三个位置，当控制杆往上推至间歇位置时，雨刷每隔几秒动作一次。低速和高速位置时，雨刷则会持续不断的动作。将操纵杆往方向盘轻拨，喷水器即喷出水来清洗挡风玻璃，同时雨刷会刷好几回。 Astra 油箱容量约52公升，加油时请使用95无铅汽油。当指针在红色区时或残油指示灯亮起，就得加油喽。若欲使用其他辛烷值汽油时，请参考车主手册55页
在车辆行驶时，正常情况下，引擎温度表只是在摄氏100度以下。若指针上升接近最上方红色记号时，应立即停驶，并检查副水箱之冷却水量。有关冷却水相关知识，请参考车主手册81页。另外，车主手册23至25页，则是仪表板上指示灯的说明。要注意的是，当点火开关 on 时，手刹车指示灯、引擎控制指示灯、自动变速箱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均会亮起。数秒钟之后，自动变速箱指示灯会自动熄灭。当引擎启动后，除手刹车指示灯仍亮着外，其余指示灯均应熄灭。引擎发动后，若有指示灯不熄灭或行驶中有闪烁或亮起，即表示系统有了问题，应立即进场检查。若机油压力指示灯亮起时，必须立即停驶等待救援，以免造成引擎过热。自动排挡车各档位置说明 ：P 代表停车档 ，R 代表倒车档 ，N 则为空档。D 为行车档，可四档自动变速。选择30，可1、2、3档自动变换。选择20，可1、2档自动变换。选择1，仅能固定在1档行驶。前进档位中有3种驾驶模式：一、经济档。就是低档位，行驶时可直接排入此档。若由 N 档到低档时，变速箱会自动进入3档，再恢复1档行驶。二、跑车档，在按下 S 钮后即进入跑车档，此时仪表板上 S 指示灯会亮起。三、防滑档，当按防滑档按钮时，变速箱会自动改为3档起步，以免轮胎扭力过大打滑而失去平衡，但仅在低档时才有效。当时速超过每小时80公里时，会恢复为经济档位。若车子陷入泥坑中，请使用1档以脱离险境。另外，自排车在油门踏板处有强迫换挡开关，行驶中重踩油门，变速箱会自动降1档，达到超车时之加速效果。自排车在下陡坡或长距离起伏之山路，为避免过度使用刹车引起过热，请依行驶速度适当的选择3、2、1之档位。一般而言，时速60公里以下使用3档，40公里以下使用2档，10公里以下使用1档。但高速公路或路况可允许行驶70公里以上之山路，则维持低档使用为宜。如自动变速箱故障，仪表板上 S 指示灯会闪烁，造成低档无法行驶，可依手排车之排档顺序使用，先排入1档起步，再依速度排至2、3档，让您行驶到最近服务场检修。当电瓶没电时，则需利用跨接启动。相关内容非常重要，请您参阅车主使用手册63、64页。加大行李箱空间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配合后座承载人员，可将椅背做4-6分离。第二种方法是后椅背全折状态，可达最大之行李箱空间。
另将中央扶手往前折，再将盖板打开，即可轻易地从行李箱取物，增加方便性。本车内装空调，在风扇旋转钮下方有两个黄色按钮，这是冷气开关钮，按下此钮，冷气才开始作用。此时风扇开关如置于零段位，即进入微风段位。左侧旋钮代表温度调整，往顺时针方向调整越多，则出风口温度越高。如要达到最佳冷房效果，则温度调整钮必须调整在逆时针方向的最底位。中央旋钮为鼓风机，控制风量大小。零位置时是风扇关掉，三位置时风扇全速转动。右侧旋钮为出风口位置选择钮，由于本车在仪表板上各正面出风口设计有风量调整开关，所以在风量调整开关全开状态下，无论出风口位置选择钮置于任意段位，仪表板正面风口都会出风。出风口位置选择钮各段位功能：正面出风，正面及脚部出风，脚部出风，脚部及上侧出风，上侧出风，前挡风玻璃可达立即除雾效果。另外一个是内气循环开关钮，当外界空气污浊时，即可利用内气循环系统。如要达到最佳之冷房效果，则必须使用内气循环。为方便空调各控制开关易于阅读，所以在引擎启动后是呈现微亮状态。本车配有全国首创空气滤清器，可过滤空气中之灰尘、油烟、花粉及孢子等杂物流入车内。建议您根据服务手册之规定定期更换，以确保行驶舒适性。引擎运转时拉起风扇钮，可加热后车窗，达到除雾效果。前座配有电动窗，驾驶侧为 One Touch 设计。若想打开引擎盖，可拉起驾驶侧仪表板左下方引擎盖释放杆。冷气开关旁具有按键式烟灰缸与点烟器装置。其他安全装置有可折式室外电动后视镜，室内后视镜可依驾驶者的高度调整其高低位置，吸震式仪表板及内装饰板用以吸收撞击力，保护驾驶者安全。可窥视方向盘，若正面撞击发生时，方向盘机柱会溃缩，来保护驾驶人的安全。另外还有遮阳板。后车门儿童安全锁。这些都是本车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设计出来的。行车前检查注意事项。常言道，多一分准备等于少一分风险，行车前的安全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建议您可从油、电、水、轮胎和随车工具五方面着手。油包括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和动力辅助方向机油四部分。机油、动力辅助方向机油和自排变速箱油都有油尺，可抽出观察油脂和存量。油色变暗褐、变黑或有白色杂质沉淀物都不正常。油量若低于油尺刻度下限，
必须补足到正常存量。机油和动力辅助方向机油是在引擎未发动时检查的。自动变速箱油则需发动引擎后检查，而且温度不同就有不同刻度的指示。刹车油可由油壶外目视检查，油量只要在上下限刻度范围内就可以了。本车使用免加水式电瓶，可直接从电瓶检查窗得知电瓶蓄电情形是否正常，当讯号呈现白色时表示不良，红色时为充电不足，蓝色则表示正常。灯光攸关安全，更不可忽略，大头灯、小灯、刹车灯、方向灯、倒车灯和仪表板上出现的任何警讯灯号，检查后若有不作用者，必须立即处理。水的检查有冷却液和雨刷水两种，雨刷水补满备用，冷却液只需从副水箱液面高度检查就可以了。副水箱水量请勿超过指示刻度上限，若水量常会减少时请回厂检查。轮胎的检查则包括胎压不要太高或不足，当胎纹磨平时要小心意外几率也随之增大，同时别忘了检查备胎的胎压及千斤顶等随车工具，以免届时派不上用场。备胎更换示范一：拉起手刹车，置放警告三角标志。在其他轮胎处置放适当挡块。二，首先必须放松轮胎螺丝。三，以千斤顶顶起车身至轮胎离地为止。四，拆下轮胎。换新胎，锁上螺丝，五，释放千斤顶。六，以工具锁紧轮胎螺丝。服务保证原则及车辆保养介绍。本车自交车日起即享有两年或五万公里的品质基本保证，以及废气排放五年或行驶八万公里的保证。保用期内，车子如果有任何需要调整或检修，
则可在全省各地区国产汽车公司接受免费服务。有关新车保证办法之详细内容，您可以参考随车配备中的汽车服务手册，汽车服务手册中的定期保养检查表，就是提醒您何时该实施保养及保养项目。因此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定期保养的单据必须要妥为的保存，以便遭遇到有关保养问题时查核之用。车辆转让时，保养资料应移交新的车主，以确保其权益。为维护您爱车拥有良好的性能及最佳的使用状况，希望您每隔5000公里或4个月能做车辆定期保养。当车辆需要保养检修时，请至全省国产各保修厂检修，因为国产的技师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及全省电脑连线服务，也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您的权益及车辆的品质。为兼顾车辆之品质及性能的发挥， OPPO 车上使用很多精密之设计，为维护您爱车在最佳之使用状况，请务必按期回厂接受保养。行骗天下业务说明：凡加入行骗天下汽车族服务卡之 Astra 车主，都享有24小时、365天全年无休的免费车辆意外故障紧急修复和脱掉救援服务。您如果在行车途中发生爆胎，需要送油送水，车辆抛锚，事故发生，或者车钥匙锁在车内无法启动车辆，都请拨救援专线0802118988，行骗天下会尽速解决您的问题。会员除可享受坐车免费急修救援服务之外，每月也可获得价值1500元12期的行骗天下月刊，并可为会员代办监理裁决业务，享受邮购商品及特约商店消费折扣优惠。行骗天下是目前国内真正能提供汽车族全功能综合性行车服务的服务组织，不但让车主享有安全行车保障之外，行骗天下也加入了其他附加权益，真正让车主一卡在手，行骗天下。意外状况处理方式：一般车辆与马路上发生状况时，应尽量将车辆移动至路边，以不妨碍交通为原则。同时，请立即将危险警示灯打开，并检查车辆是哪一部分发生问题，以方便保修厂或是车辆救援中心调配适当的修护人员前往救援。行驶高速公路时，车辆一旦发生问题，请务必将车辆移至路肩，并将故障标志置于车后约100公尺处，车上人员请至栅栏外等候救援。同时，高速公路与沿途每1公里处都设有直通交通控制中心电话，可供驾驶者免费使用。交通事故发生，请立即报请当地宪兵队或警察机关处理，并于48小时内携带保险卡、行照、驾照和被保险人印章，前往保险公司或国产汽车服务厂填具报告书。若非因故意或疏忽未能通知者，应检具证明，并于5日内办妥。OPPO 车型介绍。OPPO 闪电家族除了 Astra 之外，还有 Vectra、Omega 以及 Calibra 等3款不同的车种。现在让我们一一的为您介绍。Vectra 自1988年10月在欧洲推出之后，至今已荣获世界各国19项大奖，并在问世2个月中即获得10万张订单。90及91年更一举夺得欧洲中型房车的销售冠军。
1993年 New Vectra 车型也即将登场，其中安全配备有安全气囊、紧急收缩安全带、双层防撞钢梁、ABS 等。可预期的是，在国内车坛势必将再掀起一股旋风。Omega 是世界低风阻的四门豪华房车，自1986年问世以来 ，Omega 即以先进的设计理念、独特的外形及豪华房车罕见的0.28超低风阻，分别于1986及1987年中夺得欧洲年度风云车种头衔以及德国设计大奖。相信高级主管的您，在拥有 Omega 之后，将更能彰显您不凡的风格。世界最低风阻的量产跑车 Calibra， 在1988年推出后，立刻震惊了世界车坛。不但独得德国 The House of Industrial Design 最高设计品质奖，1990年也荣获德国金方向盘及英法年度的设计大奖，并创下目前世界量产车最低风阻系数0.26的世界纪录，是一部真正承袭德国 Ogo 优良传统的好车。创造好车就如同实现梦想， OPPO 百年来不断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Astra 是它最新实现的梦想，现在您我都已亲身体验。如果您还有疑问想进一步了解，请参阅车主使用手册或拨服务电话0802211000顾客服务中心。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惠顾，国产汽车全体人员祝您行车愉快，旅途平安。